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 Gango Channel 啊。今天来到一个呢叫 Brown Butter Cafe， 来到都有目的啦，因为现在有最近一个很红的 drama， 现在很出名的游戏啦，你看一张卡你就知道是什么，韩国的叫鱿鱼游戏。在这里就有人玩着。好啦，而家嚟入戏啦，所以我哋睇一个电话亭，入到有一个窗卡，所以而家嚟坐喺个位嗰度啦。嚟啦，依个就系我哋嘅要玩嘅游戏啦。佢有几个 shape 咯，一个系花，一个系圆圈，一个系 love。你睇下第一个我哋抽到系乜嘢？哇！依个系 love 嘅，然之后而家睇下第二个系咩嘅咧？系星星。这个游戏咧限定两分钟啊，两分钟之内你称得出嚟咧，你就可以攞一个礼物啦。其实玩呢个游戏咧，第一件事咧就系要 follow 佢嘅 Instagram， 然之后你爱多嘢食，爱多超过一个brown butter， 你又 like 佢个 butter， 然之后你又爱多嘢食超过三十块。就可以玩到呢两个游戏咯。而家我哋开始玩游戏啦，所以而家我哋攞个 love shot 咧，又攞支牙签，就去系咁笃笃笃笃笃就得咗啦。笃咗出嚟成个 love shot 出嚟咧就好啦。好啦，而家开始啦。好啦，失败咗呢个。好啦，我哋两秒就收工咗啦。开始挑战啦！好啦，而家哇好硬嘅，而家仲有一分钟，应该冇用。加油，还用甜的。好啦，我哋失败咗啦，因为气好厚，睇到武器好厚，好难切。呢度系整到好靓啦。失败。所以我而家落拗嘅，哦，好咗，系咁简单。好啦，而家又食饱咗啦，就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啦。大家记得一个 like， 同埋一个 comment， 同埋 subscribe。再见啦，拜拜，大家，拜拜。
Quem gosta, né?